如果有个高中生女朋友，回家到底会是怎样？哎呀，虽然是高中生，但安全裤也是要穿的。然后还要这样。老师，我这一题不会，教我。我想要课后辅导。坚持。啊。你我回来了。想我啊，情人节有。你知道我提的这一袋是啥吗？不是垃圾袋，转个方向，是我今天临时买的巧克力。但我不会等一下就做，我应该很晚才会开始做吧。现在情人节当然是要 coffee or tea or me。狗狗不能吃，哈，你们现在是狗狗视角吗？只是因为我脚架没有那么高呗，还是要这么近。为什么觉得有点羞耻啊？而且我今天还是穿西装外套。如果有个高中生女朋友，回家到底会是怎样？哎呀，虽然是高中生，但安全裤也是要穿的。高中距离十年了吗？我87岁，这样扣了扣，距离60年了，59年，50。就是因为隔了69年，所以我数学都不好了。高中实习节日都会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就好，没干嘛。真的吗？只是在沙发上看电视而已吗？等一下，如果这时候我前面的光再打强一点，就会突然变成别的片子。还是你们想要看？我是想说这样子戴眼镜会好看吗？可以试试这样子，然后。还要这样。老师，我这一题不会，教我。我想要课后辅导。班上女学霸的把柄被我发现了，为了保守秘密，只好。然后现在是要我演各种情境剧是吗？你们现在是把我当女演员，叫我演各种情境剧是吧？那还要这样子。你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？你什么时候偷拍的？我实在演不出来，抱歉。因为我实在是不像是会被偷拍的人，我比较像是会偷拍别人的人。我有你这张照片，你现在给我立刻把衣服给脱了。我反过来可能比较可以。这同学下课都会偷亲女学生，没错，班上女学生已经被我亲过一轮了，所以亲我的话，等同学可以亲到很多人哦。东京乐的开头，等一下是要那种吗？哒哒哒哒哒哒。我本来没有人帮我运镜啊，没有人帮我运镜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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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晕了吗？吐了吗？吐了吗？好好吐出来啊！呆吗？是呆吗？怎样？戴口罩就更那个嘞，更像了。这部我看过，然后嘞，接下来会怎么样？要先自我介绍。こんにちは、私は顔にく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。我们先吃啊啊，好吃的啊。这难塞，你看这个跟我的，这环节没有在剧情里面啊。我们要吃饱才能干大事嘛，先吃饱。先吃饱，汉堡的饱。好了，该来那个了吧 ？CP 啦，哼。然后呢，下一步要怎么做？啪，醒来，清醒点。哎，打晕了。我再帮你做一下字，要人工呼吸，醒来。有什么方法可以灌气给他？我知道了，放屁。香吗？有那个了吗？清醒过来了吗？醒了，那太好了，我以后都这样救人。我以后 CPR 之前，我会多吃一点地瓜的。
的就想睡觉了。困，困。啊，做巧克力的。Coco， 我买的这个嘉利宝54%条纹古甜巧克力纽扣，吃一个看看。嗯，其实蛮好吃的，我决定了，我就直接你们的每一个袋子里面我就加一点这个，我就不用煮了，这样就好吃了。隔在你脸上，哎、欸，好吃哎、欸！我挑这个巧克力真的还不错，因为我特别去查网络评价。很多其实真的很难到，我忘记要怎么。他们把大同针吸起来再挤下去，它其实有附，但是感觉我不知道好不好用，是吗？哎、欸，好像不错用哎、欸。说刚说完他都挤不出来啊！汤匙果然才是最好用的东西、啊。原本今天是要买一个模具，我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这个巧克力它会需要就是几根棒子在旁边？就说结账的时候看到写什么果冻用模具，差点买错。还是其实那应该也可以用啊！我就在里面插根棒子，公的巧克力，啊那个插了一根棒子再拿出来，里面有个洞的就是母。有欸，超可爱的，好长哦，哇，完整嘞，好快哦。嗯，那你觉得这样就很好吃欸，我到底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把它融成别奇怪的形状？